我这间剃头店请恁来，啊是讲恁来拢穿安尼，你安尼处理人会当作我做乌的呢？无哦，无你脱下我看卖。我请恁，你要看一下要紧的。靠，安尼我请恁的，伊个古怪啊！哦，哎，安尼有啊。哎，头家，你这有做乌的哦？无啦，他有做乌的。我请你来叫人客。哦，安尼有效啊？水跳嘞，走，人客水来。无啦，我唔是要来做乌的啦。我吼是要教阮丈人爸吼食饭啦，我想讲咧，喙齿吼无口吼无整齐啦，你会当甲我收一下未 ？OK。啊，在家呀 ？Just time place。啊，遐济。哦哦。嘿嘿嘿，要收。要收喙齿，喙齿搞收收啦，收真侪啦。收喙齿我内行诶，安尼哦，看恁这状况就知影咯，恁这经验足有诶。好。头家，嘿嘿，会歹势吼，甲你借问者吼。嘿嘿。我是要来收这个喙齿啊，尔呢？知呀。啊，你搞我裹到规面啊，这是要创啊？不是，你要慢慢收一下。哦。你要甲恁丈人见面哦。对。你若无收一下，我看你也慢慢衰衰。安尼哦。对不对？无你，对无你到尾啊，你若塞车去要做烧炭，就不一样哦。好咯，原来这慢慢有关系了。好，迄个衰埋，衰埋哦。啊，你好啊，甲你整理你的，你来找我绝对无唔对。安尼哦，好啦，你来搞收，你来整容一下吼，来搞洗下个。我才无咧整容，无啦，收的。哎，收的，我放心啦。我收这，你做你放心。哦，我功夫好。嘿，好，安尼。你看来看。拍过你是会用拍的，我用安尼你来，哎安尼，哦，你怎么用剁的？你阿在买咧抬鸡个，你顾鸡讲，安尼对，哎 OK， 哦，哈哈，啊收我较整齐哦，哎来你放心，外公我咧收啦，嘿，安尼哦，对不？哦，小戴，什么？你绝对爱搞收我较清气的呢，你免惊，外公。我自迄阵的剃头剃到现在，我刚才讲剃一摆，血筋刚剁断去呢。血筋断去，血筋断去。啊，迄人唔都无伫个咱这个。无。哦。啊，你歹势，我拄咧赶时间哦，我也是。这咧，他会当我咧走咧。啊。入这我袂杀人，你放心。啊，你听无？啊！不过你不共迄血管挂断去，无啦！啊，迄都是伊家己去揢着的。来，放心，来。阿亮、喔，阿亮啊！快吹快钢琴哦！吓！我跟你讲吼，我讲你听。我即马有人客，啊，翁阿婆有啥物代志吼？我人客做煞，啊，才讲，唔忙安尼，我看你看咧要花死安尼只，你看人客走呀，你看，我人客，啊，你是要收面，还是要收面，还是要收后壁？我要收面啦！啊，收面你来就走后壁啦！无啦，我是讲啊，你刀要划落的时阵，我那有人喊一声，大声我错一下。不要紧。你手是夜刀，还唔在开玩笑的呢？我讲是元宝。哦，哇，那水。啊，我讲红啊，无带弄来安尼，对唔？恁讲好势啊，对啊。对啦，对啦，别，我讲，我做煞，咱才讲吼。好。
袂堪的啦。这道我啊，真正无闪过，伊真正含血进肠。你即摆是管？我管你什么人客？今仔一件代志，你若无甲我讲清楚，十个人客、一百人客拢同款，拢甲我出去。啊，我先出来啊。等你。啊。我是安尼讲尔。哦。我问你。好啦，你讲。你怎走的？但我去含迄个叫刘英东去啊泡茶啊。泡茶。泡茶。泡茶，伊讲是泡迄当顶的，啊，都啉了袂歹啊。泡尿啊，泡茶。泡茶啊。泡茶，泡了嘞。我自带你了，我就拢唔捌乌白泡。敢有影？有影啦，有影啦。啊，你前下昨暗身躯无洗，就倒喺眠床睏。我伤忝啦。伤忝。系啊。是安怎？是去别位洗好啊？无啦，我啦。我开大只啊，哪个？我跟你讲哦，我是艰苦对你的哦哈。前两天哦，我就一直在给你注意啊。迄个叫做对面迄个便利商店的过阿头，不管是伫咱门口安尼行来行去，摇来摇去，啊，一直对内底伫咧放电，你当作我无看着哦。我无洗目睭，嘛有发白白。哦，你顶摆啊，旧年有一摆啊，甲迄个阿菊啊，哈，那个有红的啊，你也会共处理。这条上个你解决嘞，不是我你解决，是上个你解决嘞。哈。啊！你即马阁唔知死嘛？阁敢去补迄个阿头啊？啊！你是唔知啊？伊那是外派笑。嘛啦，好啦，拜托个啦。你什么代志都等下人家照这讲。啊！你啊个阁咁计，个咁辛苦呢？迄人个衫呢？头家也歹势啊！因为我咧赶时间吼，啊，而且这泡沫膏、迄薄荷口味会足凉个，你知？会当紧甲我敲掉安尼未？真个讲好啊啦吼，好啊啦，会当搞啊，你好啊，拜托，唔忙安尼，我是伫合作，尽量吞论你呢，无你这就失面了，你来对你无客气，我来讲，你嘛行袂动作，我不发挥你动作，我兵吗？我讲两句给你听。客人做完，我再来做你。先坐一下，先给我坐一坐啦。好啦，你是在吵什么啦？我等你没完不完，你是？我咧赶时间呐。啊，你咧赶时间，我敢明明呢？不是，啊，你那讲话，迄刀啊嘛咧歪来歪去，迄足恐怖的呢。你人客在这，你嘛我拜托的，你嘛给一个人客较好的，对不对？你这求啥话？我是跟你安怎？我咧讲阮某呢。我今日甲我叔叔割双眼皮啦。双手空空，就去阮家咧讲亲情。阮爸阿母讲唔通嫁，讲你前哭洗后哭两杯香槟，变啊哭死厝边头尾。我咧用心计较，讲袂啦，嫁伊吼一定幸福一世人诶。一个看就知影你面带桃花。我咧哦，为着要让你用这间店哦，我去咧裱花啊，学你这个音高够凄惨诶。我一定要哭出来。表花啦，你用这间店哈，哎，所有花钱拢我咧花，所有钱嘛拢我咧拿，你敢有那个半仙，一干干袂得花天酒地？你的音价敢袂进去？这讲价这当下就叫个吃啦！头家啊，我真正咧赶时间咧娶。你咧赶时间啊？我是有用命。本来我是讲你会当娶某，莫娶一个唱歌爷，唱咧唱足久的咧。啊！你即摆意思是佮叫我甲离婚？无啦，唔是啦，我你即摆要弄阮人啊，无相交。无，我意思。我叫你别耍，你是咧？你是啥物意思？我意思讲，下当紧甲我靠。电话啦。喂。
喂，啊，唔着出声咧，喂，喂，喂，无出声，你知影这像无？我唔知，我嘛无出声。我唔是咧问你啦，你知影这像无？像像。过阿桃啦，大面的啦。你这个无良心的哈，电话搁卡卡对厝来，我跟你讲，低狗粮啊！我今日就绝对要吃你的肉，剥你的皮，刻你的骨，碎你的血，啉你的血。今日你落个，哦，你死我唔甘愿。啊，你当作我咧好欺负嘛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今日你哦，这个田里我若无报我死在你，好大个穿车，我跟你讲。这叫做啥？女性的复仇。小邓，小邓嘞，我的泡沫在我的皮内底啊！无啦，哎，啊你阿公阿母嘞吼，咧冤家讲我什么地带啦？人客，我讲到安尼，你敢无要替我讲一下话？我要替你讲话啊！吼，你这查某吼，真正袂当安尼啦！那娶某就娶某啊，啊，搁带吼什么带土花，搁去甲迄别个查某安尼吼，安尼拍来拍去，唔对啦，袂用安尼啦。伊来遮趁啊，无管伊，你甲讲啊，哪有正统？头头家娘，安那？我是咧帮你讲话呢，对不？啊，伊安尼做唔对，我嘛是爱甲讲一个啊。啊，你吼安尼。免你讲个啦。人讲一人一家代，讲嘛随人猜啦。阮人阿某代是免你管啦。啊，我是好。啊，我甲阮某讲话都无讲这句，你来甲伊讲这句。我是。你即摆是咧出格呢？无啦。讲较好势面。无。啊，无是啥物意思？坐好。看啥？阮人叫你坐好，你袂晓坐好。我咧看时间，阮丈人爸叫要食饭食饱。看时间，嘿，好，剃好啊？啊 ？OK 啊？啊，你剃好啊？嗯，我还袂出刀的，出刀你就见血啊。哈？啊，安尼算我衰，我今日白今日考考了啊。门口了，你这边了？这边啦，你是用讲一个讲伊啊？等下，等下。啊？啊，背上这个衣，你无敢要立钱哦？啊！我刚才让你顾面顾到规个安尼，我都怪六钱哦。安尼偌济钱啦？又在你算啊？哦，真恐怖！来这面顾到安尼，我爱六钱。哦，我靠！等下，啊，你客气吧？你做表示哇？我剃头已经剃了要50年，价值100块，你拢无在听行情。白石这条鱼最低消费500，坐起顶外都要500。对，我啥物拢无做呢？嘿，我刚好你搞个面安尼。算我衰，我来北京，你来500。再见。安尼就要走啊？咁就爱留电话还是留？留电话。你个留电话来纳到这个啊！啊！你了伊阿的钱，我再才免钱吼。我无甲你点啊，我无叫啊。为着你弟嘞，阮人阿无只冤只大。安尼哦。你唔知哦？我敢若坐遐尔呢。钱摕出来，菜钱摕出来，我这边想要走。啊！是偌济啦？凊彩600就好了。哈！风太天，你无咧看新闻吼？拢起价呢。哇！一条菜头500呢。安尼哦，较紧哦，哇，超过3秒钟要搁起价啊！600哦，啊，我点一下烫青菜，无得300块，就安尼咧，600。啊啊啊！不，歹势哦，安尼哦，我来北京啦吼，啊，你阿公阿婆吼，有话豆豆讲，人咧讲吼，家和万事兴啦，嗯，哦，你卖过冤家啊？你立钱来讲好话咧。我虽然较衰，但是我嘛只讲好话，互大家听啦。好好好，再见哦。好，再见。来，来，这样600。啊，我出较济，来，我讲这大个，敢无加100？差不多啦。
这间店在开，带着小小谈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哦，迄、那个过阿头的过来未？哎，好。阿哪？歹势，恁这民军，给我小吃一下无？啊，无观众朋友存了这台，想讲我是谁也唔知。哦，对。你要说你哦，爱钱哦。好，拜啦，三秘书姐啦，来，哎、欸，一张300。是啊，拄啊四张千二。我钱。哎、欸，好免加叫，所以这开店安尼好赚，咱两个都安尼就好，便当起来，加完加，钱就算起来，拢无出手，600块。对嘞。这样，安尼啊喂。我咧想讲，遮你也遮捧。哎，你安尼你客起来，你袂使买鱼丸啊拜天公呢？有味。